比苏军要求更高，俄军将举行2000人团级大规模空降演练。俄国防部22日消息称，该部计划举行团级规模的空降兵夜间突击空降演练。俄媒称，这将是俄军空降兵作战新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俄罗斯空降兵联盟副主席瓦列里·尤里耶夫上校表示，苏军曾进行过团级规模的空降兵空降拉练，但不是在夜间进行的。首先，空投期间，着陆区敌军攻击伞兵相对困难。